麻酱系列，肘子，还有这个肥肠。好香的肥肠呀、啊！麻酱汁，
粉蒸肉，这个是炸蛋，盖在上面。好大的，先吃了啊！第二个，这个是韭菜，这个粉蒸肉的粉，它有一股焦香的味道。这一包可以做半斤到一斤的肉，一包是100克，9块就发5包啊。
菜可以生吃吗？我这个都是生的韭菜，铺在下面了。这个水有点熟了。螺蛳粉，这个是肥肠，这个是葱的花，现在给我好弄啊，这个粉儿把碳都吸完了。这个是何味芳的螺蛳粉。我这一盘煮了3包。